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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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界如来真实义。愿界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听经大德大好。咱继续过来研究十轮经。十轮经，咱讲到155页。155页后壁面算倒过来第三段。顶回咱讲到释迦牟尼佛，伊转即个佛轮。也会当降服着这天魔外道的邪论，下面讲摧灭一切诸有情类，犹如金刚坚固烦恼，随其所咬安立一切有力众生。咱众生有着这可怜的问题里底，就是咱有足济烦恼，咱的烦恼。佛祖甲咱譬如亲像啥？亲像金刚，亲像金刚啦。金刚就是悬啊，讲袂破的。咱的烦恼真正讲袂破，啊，像迄金刚较坚固啦。你要安怎甲转，拢足歹转的啦。啊，你着吼转变啊，你着断烦恼了，无法度亲像金刚。众生可怜就可怜伫遮。烦恼坚固啦，啊！烦恼坚固，亲像金刚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安那来讲84000法门，讲遐济要创啥？是毋是对对啊？一项讲的就好啊，啊，逐项拢对啊，因为烦恼太济，众生烦恼84000，所以佛祖毋得着爱讲84000的法门。啊，讲遮济法门要创啥？要摧灭啦，要摧灭遮一切有情类的烦恼啊！你即马呢，参像金刚坚固的烦恼遮济对无？一项甲倒落去，扬袂起，佮另外倒一项甲扬落去，佮扬袂化，佮直甲倒，倒久呢，遮烦恼才扬掉去。啊，若无，无多通扬掉你的烦恼啊。所以毋得譬如讲，咱的烦恼呢，参像迄种金刚坚固。啊，真正有影业障哦，报障哦，烦恼障哦，哈，足侪障哦，安尼哦，遮侪烦恼啊。你若像讲慈悲三昧水忏，也是咱的龙宏宝忏，你听了后，你就知影讲烦恼有偌侪。有影呢，亲像山呢，亲像山呢，你要甲扬遐简单嘛，要甲拗遐简单嘛，要甲扛遐简单嘛，无简单啦。若毋是佛。我看咱连烦恼住伫个烦恼山内底，咱家己嘛毋知影咱有烦恼。所以佛讲经说法要创啥？要摧灭咱遮个烦恼。咱若会当把烦恼转移，把烦恼灭掉，安尼咱才会当走出来，咱才会当得到解脱。啊，若无你行袂出来啊！啊，要安怎互咱断遮个烦恼？敢若佛一个人阁无够呢？所以佛足有智慧的，伊爱随其所愿，随顺看咱个人众生所喜爱的。你的兴趣爱念佛咯，伊就派一个呢，专门讲念佛给你听。你爱持戒吼，伊就派一个专门讲戒律的给你听。你爱啥物物件，从反正你兴趣里底，佛祖就派一个有力的、有力的、有够力的众、有够力的众生。这有够力的众生，不是普通人哦，都是大菩萨，都是成愿再来哦。哦，迄个有力的，这个力是啥物力？定力的哦。啊，若无，人一声嘛，互恁按按倒；啊，无定力的呢，煞互恁安尼恰恰倒。哎，定力的，互恁呢转袂过。这个款有定力的众生，伊才会当使令者呢。佛的佛法会当来多加，使令你会当住在三性不退转位，各位。
三星是声闻缘觉菩萨。你会当修成小乘、大乘，徛伫即个位，未阁再变，安尼就是不退。你看，释迦佛身躯边是毋是作一声闻缘觉？是毋是作一菩萨？因过去还未修的时阵，是毋是凡夫？是毋是烦恼坚固如金刚的人？迄款人同款有法度，互伊修甲住在三圣位。咱佛嘛曾经实现过，互恁看讲，亲像阿兰陀，迄贪爱，迄、那个爱欲的动家呢？伊有嘛有才调甲度，互伊即种人远离伊所心所爱的即个方位，改转移，互伊来修行，正甲四果罗汉。安尼即点，咱就可以相信咯、哦，哦，相信讲爱有影啦。那佛的力量实在有影有够，即个力量会当摧伏咱的烦恼，会当转移咱的烦恼。不但会当转移，阁会甲咱催福，阁会当予咱乖乖啊去修行，阁会当呢，予咱证到一个高位，了生脱死，可见。各位，毋通家己自暴自弃，毋通感觉讲啊，我无望啊啦，我歹代志做遐济吼，啊，若像我即讲无恶不作的人吼，哎，这是无救诶，毋对。你爱改变你的观念，恶的人嘛可多。嘛会当得到，因为佛的慈悲，伊会甲咱教导。咱若是肯放下屠刀，每一个人都会当成佛。只要你相信释迦佛的话，你会当照这个法门的方法去修。那么，如果过去你若是做了五业十恶，这是不可赦之罪，这是定业不可转，将来一定要落在果报。但是你若遇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的大愿力、大行力，伊法的不变，伊同款会当转你的业，伊有法度救你。今仔地藏菩萨若无迄个能力，释迦佛祖是安怎就把这个重任挂乎伊？伊要离开这个五浊恶世，伊把五浊恶世的众生、全部四大部洲的人民百姓，当当拢跨入伊的金刚堂。你一定要把他们渡，你一定要把他们救，要把他们关照到弥勒佛莲华三会的时候，你这种这些人交给弥勒佛把他受其得度。释迦牟尼佛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我们交代到我们将来要怎去走的路。如果你现在呢，你若要自作聪明，你毋听地藏菩萨的话，安尼就是等于你无要听释迦佛的交代。啊，你若无要听释迦佛的交代，你家己要行一条路，你就去行，看你要安怎去南三华两三诶莲华三会，你会当甲人相逢。凡说迄个时阵，你毋知离对。啊，你若未赴未着会莲华三会，啊，到时你着搁经过搁再后一摆的佛力搁来，你才搁会当来。那么各位，会当亲近善法，会当接受这个法门，你自然修行就可以正果，啊就可以断烦恼。这就是这段文要甲咱讲出着佛转这个佛轮的过程甲成果。事实你若会当体会到佛的用心，你就爱好好听佛的交代。啊，好好去修。下面咱看155页上下面一句：逆时会中，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一切声闻，一切天龙啊，供说乃至一切揭叉波贪那众，人非人等，皆大欢喜，当场现在五大香物、五大花物、五种宝物、五大衣物。一切大地皆是震动，闻说如是十种佛轮。各位，咱好好把握
你爱注意，牛佛出世，恶业的众生嘛会当得救。这句话爱记的，唔通自暴自弃，爱把握机会。那么咱佛讲完了这个十轮这些安立众生在那个不退转为那个时阵，等于告一段落啊。第二品十轮品，这个十轮经内底呢，第二品十轮品已经到这讲到一段落啊，要结束啊。那么你这个要结束这个发挥中间，迄、那个发挥中，所有的菩萨、摩诃萨众，就是大菩萨众。这些大菩萨有大声闻，有这些声闻众，阁有这些天龙八部，喏、哦，真济人哩，才听讲这个十轮经的啦。咱头前面有讲的啊，有足济那如多数的众生哩遐咧听。若要空话讲，除了人类以外，空话啊，阁有讲到这鬼神众、天龙八部啊、鬼神众啊，哦，包括的啦，包括到外远去，到家呢，吉叉布坦那众、吉叉布坦那众是啥呢？咱顶头前面有讲过，叫做富坦那鬼。那么富坦那鬼就是啥物鬼呢？就是算讲。八部鬼其中的一种鬼，这种鬼呢叫做食尸鬼。这种鬼平时拢伫里底呢，拢住伫火葬窑啦、停尸间。这种鬼就是住伫遐。啊，这个众就是真侪，唔是一个哦，众就是真侪。因为这种鬼呢，伊伫人间内底呢。伊就是去捉弄遐尸体，所以有讲起来呢，各位话头长呢，啊，讲到这种鬼，就爱搁甲恁交代一下，无你若死了以后，鬼甲你捉弄是做唔得。啊，要安怎才会当远离着这种鬼？所以若死去最好吼，爱摕转来恁家，啊，看一个时间入殓入去。啊，甲囥喺厝诶，互子孙拜过，阁有一间甲上落去，即个鬼就袂来。即叫做啥？即有人咧过诶啊！你若停尸间是安尼，安尼，遮济啥物人要去遐过啊？啊，即嘛是阁用冰箱吼，甲冰起，啊对无？啊，冰起遐鬼嘛是会得去，诶，鬼根本就心痛伊啊嘛无过啊。啊，你迄个。火葬窑内底呢，每一工拢退兵的遐济，啊，要烧的遐济，啊，要做烧的遐济，遐伊拢会当作弄的。啊，所以你毋通看这种鬼嘞。啊，这种鬼伊就是嘞，伊就是伊的生活圈子就是伫迄个所在。啊，咱若是嘞有福报的人，千万死毋通客气迄种迄落。罗马窟啦，迄叫做罗马窟。我打譬如讲，哦，迄个规定滚滚滚的所在，唔通去遐，迄个做无好报都无法度啊，对不？啊，有的人嘛是足可怜啊，一世人拼到要死呢，厝唔是无呢，人子孙都唔囥喺厝的啦，人都要客气遐，你是要讲安怎？啊，迄个无福报，无到迄个福报。你若有福报的人，人个连死去，子孙嘛拖倒去。啊，等拖转去剩，安尼有效，顾眠顾紧，啊，着爱安怎家用？啊，你这就是你的福啊！这有福报的人就是安尼啊。也这种鬼，各位，啊，就是咧修尸体鬼、修尸鬼伫遐，啊，是安怎才会走来这個？因为伊鬼嘛爱听经咧，所以我嘛甲甲恁讲，伊去无经说法鬼神求，就是安尼。鬼若无听经，会哭呢，会休呢。看咱人若无听经的人，你甲看，逐工拢伫安尼呢，造业，安尼一声呼唤，鬼畜拢总来，
啊，屎啊抠落去，安尼一挂拢总到位，啊，就像这呢，你敢知？喊一声呢，大家拢叫到，啊，都无听见啊，啊，无听见，就是逐工拢伫遐咧嘘哦嘘哦，啊，拢伫遐卖命哦，甲命拢无爱顶哦。你若有听见，不但人心会静落来，连鬼嘛会静落来。伊个鬼若有咧听经，所以恁讲哦，恁出去共念经啦、共助念，即真好咧，甲人结缘啦。啊，人个鬼若听着咧，安尼伊嘛会安静落来啊，嘛会感觉讲哦，啊，即佛法好哈。啊，伊哦，即个死人你甲念经念了，迄鬼会甲保护呢，袂甲糟蹋呢。因为即人即伊即有咧上经啊，即有福报哦，即袂使恶别甲作弄个哦。哦，所以死了若有人念经，迄款人呢？真好，所以连这种鬼人去看，这种鬼是咧作弄人，人伊个会安怎？人伊会当场现在，啊，当即呢，我甲佛赞叹讲，真好，真好，哦，你咧讲这个是十人经讲了有够好，连阮家都听甲足欢喜，啊，欢喜要安怎表示？啊，就开始呢，五大香雾、五大花雾、五种宝雾、五大衣雾。各位，你们看鬼呢？鬼有哪有福报的呢？鬼有哪会散花的呢？哦，一开始就甲佛祖来，甲迄个法会中，哎呢，甲伊散花，啊，甲伊呢散迄个香就是香，啊，啊，甲伊散迄个香的味，解散花，解散香，解散种宝物七宝，解散衣服，啥物物件拢解呢？供养，迄、那个供养毋是一项两项的，坐到安怎？坐到亲像咧落雨，雾就是落。哦，伊所散出去的花呢，拄啊亲像咱咧落花安尼落，足侪足侪的花雾，即香花、衣服、宝物。参像天顶落落来的一个雨同款，安尼咱想看卖啊，是毋是呢？规个涂骹拢种花，拢香，拢宝物，拢足侪衣服，要创啥？要供养佛以及遮个地主。也迄个时阵法会中，我看一时间呢，这个法会呢，真正实在是。令人感动，连鬼都会晓要来供养。天顶的人看到这鬼会供养，天顶的人嘛会供养，所以毋得感受甲六种震动同款，迄鬼个拢会震动。也在场只听十轮经的听众，迄个时阵拢欢喜之心啊！迄个欢喜心、欢喜感呢？吼，因为这个确实讲起来。咱伫即种个场所内底，会当看到佛听经，闻说如是，佛是种个轮，听到佛讲了伊个实力个经过，对于出世度众生，佮伊个成道个经过，伊众会中，伫即个大众中，啊，伫即个大众中呢，有八十四百千那如多菩萨摩诃萨的无生法印，所以各位。唉，确实讲诶，释迦佛祖人咧讲经说法的听众，坐甲吼十方世界，不管对一种类的众生拢来。咱想着当时佛说法，你敢想连迄个尸体鬼都会，伊都会来供养来听法，那么可见，啊，咱这个鬼神类的众生有哪需要？啊，你当时这个法会中。法会中总共有八十四百千万亿的人，那如多就是万亿，有这么多大菩萨哦。安尼你啊看当时听众有偌济哦，这即马是咧讲已经这大菩萨证到无生法印的大菩萨有八十四百千那如多。其他无证到无生法印的，安尼阁有偌济？后有无量菩萨摩诃萨，获得种种诸多罗尼三摩地印。听经的开悟呢，咱第二品已经讲完了，恁有悟到无啊？
啊啊！人个唔，人个听着，你看有遮济人证着无生法印，佮同时佮有无量大菩萨当下得着种种多罗尼种持三摩地印。种持就是咧，就是咱咧讲个即个呢持咒，得着三三摩。因为咱嘴持咒，心会关心、注意，啊，就会静，啊静就会定，啊定呢就。你定落来坐伫遐饲，伫遮咧念心口与三业安尼联系的时阵，你就是定咧。定落来就是爱有忍辱波罗蜜的功夫啊，啊无你静会落来嘛？你坐会久嘛？啊，所以当时有遮济遮济人已经得到多罗尼三摩地印啊，佮有修有无量无数有情。初发无上正定觉心得不退转，同时还佫有无量无边无数的众生，听完着了佛讲这个十轮经的第二品十轮品的功德，开始发出无上正定正觉的菩提心。这个心就是永远不退转。我不论如何，我一定要来好好修行，修到成佛迄天为止。发这种心，这种的志愿修行，直至到成佛，无要放弃。安尼就是讲，选择这条成佛的路去行。这条成佛的路实在是歹行，叫做崎岖坎坷不平的路。但是足侪人发心要行这条路，决定要成佛。修有无量无数有情大德果证，啊，佮有无量无数的有情，佮当时证着四果、三果、初果遮个呢果位的人，会使讲啊，真济，这个大德就是急急，就是讲当时还佮有甚物款人，佮行甚物款人，有遮济，各位，以上是佛讲了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第二十轮品。已经完了，各位。十轮经总共有十品，咱已经讲完第二品，开始佛，伊真正要启发咱的自性。咱每一个人有咱的自性存在，所以你一定爱启发自己的佛自性。那么咱伫咱的佛，咱的圆教师所做的圣歌内底有一条自性花。自性花，不教由来不作假，欲欲欲香，浓香满天下，定是众生逆我他。六名初中真意义，亦无众生亦无花。我是一类自性花，十方世界是我家。自性花，自性花，挥棒万马是任由他。喜怒哀乐平等见。无怨无尤是自一家，无怨无尤无喜怒，万亲平等乐无碍。我是一朵自信花，出生人性智慧花。各位，这条歌都是咧讲咱每一个人拢有自信的花，拢会开。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哎，今仔我啊拄啊好烧声未念啊啦，啊拄啊好念，互恁听一下吼，讲读互恁听就好啊。下面咱就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处于报身，同生极乐国。地藏菩萨。